快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投快车，我是文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那今天指数呢涨跌其实也不重要啦，相信各位有看到我们旁边的 QR Code 啦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万不是参球把人每天在开放的啦，绝对是有好康的，而且我非常有把握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，你想要买未来最飆的股票，你赶快扫飆股分享扫描就有，隆中编辑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我不是每天在开放的啦哈，真正有足好康的物件，真的想要有把最棒的东西要跟你分享的时候，我才会做这件事情。而且我要告诉各位哦，这是真心要帮你赚大钱的啦，你还没扫的赶快扫，隆中编辑啦，阿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言归正传啦。那今天电脑因为有一点问题哦，那个 K 线的资料没有补进来，所以说也不重要啦，反正。一天的指数涨跌不是那么的重要，重要的是接下来下个礼拜的行情会怎么走。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还在回想过去我们的股票多会飙，黑不漏赢啊啦。来，这个其实你昨天就已经知道了啦，哇，一共啊，标普说什么？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估值有 1.5%， 这个我也不要花太多时间讲啦。你意外吗？你还需要担心通膨吗？最近不是一堆人讲，对通膨话严重哦，升息也升到多位去，对不对？接下来你通通都不用担心，你只要担心一件事情。但是我觉得这是利多啦，哦啊，这是我每天在讲的，很多人不相信的哈。再来就是这个啊，这我也不讲的啦哈，反正我讲太多遍了，你会觉得我在打压你的股票了哈。那我还在强调一遍哈，有实力就可以找到下一档，就可以一直赚，吉他没完。是安怎我会当做你的靠山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最近全市场最标的股票，谁的股票？我卖讲今仔起也落啦，因为我也没有叫你现在去追啦哈。那你现在你也不敢买啦，我就问你啦，有赚到起笑无啦？我无说一丢一丢烟啦，真正是赚到变贵啊啦！老师啊，那我来股票反弹就算了哦。排骨大跌，它也在飙哦，啊，无到底是在飙什么意思诶？这个我嘛唔知咧飙啥，我只能告诉各位啦哈，我不会射飞镖，我跟你讲的话绝对是，我只能告诉你啦哈，我真正足看好诶，这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啦，啊，我希望你来，拜托诶，你连电话都唔免卡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可以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准备要发疯的超级大 A 嘛，准备要狂飙的超级大 A 嘛，那叫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讲真的，我今天真的太兴奋了，非常有把握。如果你知道一档股票未来会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哈，如果你找到这样的股票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怎么做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啦哈，我找给你看啦哈。这是我们之前所有会员都在操作的股票哦，我们也不要管他是谁啦。我只能告诉各位，我找到一档有机会变成这样的股票，那我今天要跟所有人分享。好，哦，啊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， 连电话都免卡哦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赶快扫描 QR code， 通通不用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你想要买标股，赶快扫，这样好不好？那言归正传了哈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也标？我已经讲过好几百遍了啦哈，你说。合成为什么最近飙不动？我没有说它不好哦，是因为它股价飙了八根涨停板，大家要开始去检视它的基本面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八冠比合成强。可是如果说八冠业绩很好，赚很多钱，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哦，难道银邦没有赚更多吗？难道银邦成长的幅度没有比它大吗？你看最新一个月的营收啦。八冠成长不到三成啊，我们是三倍啦，哦，我也没叫你去用啦，这就是为什么台北股市暴跌它还能够创新高的原因，哦，我所有会员赚到变鬼啊，哦，我也不是要跟你炫耀我赚多少钱啦，而是我讲过了嘛，有实力就可以找到下一档嘛，就可以一直赚钱赚不完嘛。下一档是什么？我先卖给你讲吼，后面是不是会当安尼啦？因为我觉得他很有机会，至少这样子吧，至少这样子吧。最近全市场最飆的啊，啊，我没有叫你现在去买哦，我今天不叫你叫你买哦，你叫你买，下一个未来有机会
飙翻天的股票，你就直接扫 QR code， 你赶紧去扫，不是大家拢有的啦，拜托的吼，你后礼拜来就无啊啦，啊你听有无？我不是像别人一样每个礼拜，甚至连续一整个礼拜都在 QR code， 我嘛唔知道你在从啥啦。我是真的有非常棒的东西想要跟你分享，我才会告诉你。而且我在讲，这说不定是你今年唯一可以让你翻身的机会啦，真的，我说真的哦，可能会跌，可能会喷到跌破全市场的人的眼镜啦，都参究。我今年初跟你讲这个，老师，我老爷你股票喷三十几涨停板收蛤蟆吧？那会不会再重来一次？会不会再上演一次？来，好。言归正传了哈，这是最近跟你讲的，也是全市场最标的股票啊。我没有叫你现在去追哦，现在是我只能讲说哦，融资一直在减啊，那融券呢也一直在增加啦。其实它筹码越来越具有筹码优势啦，所以这种股票一旦出现轧空行情，嘿就恐怖哎。你要知道哦，它被分盘交易，它还能够创新高，都已经五分钟一盘了哎。但是你可能也不敢在这里买，也不可能这个时候去买了嘛，因为它已经涨太多了嘛。哦，有时候呢，很多股票呢，是不是涨太多呢？你要等到后面你才知道啦。哦，有人起一倍，有人起五倍啊，对不对？一倍你涨太多了，后面还有四倍呢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但是毕竟它已经涨多了啦，所以我也不建议你去买这个。如果你真的想要赚的，我还是讲，你要赶快扫 QR code 啦。哦，你还没扫的赶快扫，你有手机的，你有智慧型手机的，你就赶快去扫就对了。好，言归正传了哈，我不是都没有讲了，礼拜四我跟你预告台积电要谈，请问你告诉我，礼拜三啊说不对了，礼拜四有没有大反弹？好，那我先讲了，今天周末你要看，你看什么都不准了，你看台股也不准，因为会失真嘛，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把今天忽略掉了，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哦。请问他在杀的时候，我没有跟你预告，外资跟你讲涨不完，还没涨完哦，赶快去买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不信，而且我还告诉你，外资喜欢讲反话，而且我一直在提醒你，你不要跟我讲说，台积电跌了一个月了，老师啊，台北股市到底会是什么台积？台积电那一直落几个月啦？我只有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他在高点的时候，我没有叫你卖，我没有叫你卖，我没有叫你卖。专奇有人跟你讲哦，股神在买台积电哦，巴菲特在买台积电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，外资在咧上关键叫你买股票，在咧上低点叫你做啥？叫你卖呗。啊，你早不早说，早不说晚不说，你现在才要说，结果我是在最低点的话叫你去买股票。台积电370你不买，我跟你讲说跌到非常超时，已经有落底强喷的实力。世界冠军台积电没有人不认识啦哈，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世界冠军啦哈。370，你不买我也不法度。啊，你起到500你才买，我什么叫做良心的建议？涨到500块，我没有叫你去追。别人都在说巴菲特买台积电，哇，行情有多好，我叫你不要买，赶快卖，暴跌一整个月，快啦哈。那礼拜三跟人家反弹，哎，有没有反弹啊？一样的道理啊，高利波段最低点哦，今天的 K 线没出来了哦，也没关系，也不重要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推荐高利，好、哦、啊，前面推荐我就不讲了啦，反正前面跟你讲，它也飙到创历史新高，然后跌下来又波段最低点，有没有？来，无法无天高利，超飞跌到非常超值就落底强喷的实力，是不是跌下来？这一天跟你讲的10月16号，碰个变变球，我老师讲就那股票那碰个嘞，碰个创历史新高啊！可是我请问各位，我已经多久跟你讲你不要去买了？我只叫你去买一张，我就叫你去买这一个，摊个变鬼，真正摊个变鬼啊！这不是最近全市场最标的吗？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哈，市场永远不缺飞镖侠，就缺愿意讲真话的人呐。其他我不想讲了。立台怎么打开龙哇？立台就好哎。喷出的时候我叫你避开。Lucky 涨停板，我跟你讲的时候在这里。好，我也不想浪费太多时间。你那个时候如果有少的，我恭喜你，而且有买有卖，赚到发疯。一档股要飙6根涨停板是什么概念？
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连续六根涨停板卖，我告诉你，你有少的你都赚得到了哈。我说保守一点点了，我不要跟你讲像那个会像我像刚我跟你讲的，可能会跟我今年初讲的那个飙三十根涨停板的很像。可是我要告诉各位啦，再怎么差，我安利买银锦嘛，你就赶快来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，赶快扫 QR code 就对了，这样好不好？熊气嘛嘛安利买对不对？而且我会带你卖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节目上也有讲，哦，我有预告啦，我不是没预告啦。今天昨天你就看到了嘛，又有人破产了嘛，没有骗你嘛，币圈又有人破产了嘛。我宁可先避开啦，你说老师避开就没有标股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我连短线都可以让你赚到快起笑啦，前一天预告，隔天盘下拉到涨停板，冷钢跌被你砸趴，我卖。老师你们赚好少啊，我就是高兴，我喜欢赚这么少，卖掉还在飙，就让它去飙，然后马上换股，马上再大赚，又飙三天，连飙三天我要卖掉，结果它飙了两个礼拜，老师你赚太少，我高兴就好，然后再换股票，连飙两根涨停板我要卖掉，结果飙五根涨停板，我爽，我赚就少，我就爽哎，然后卖掉之后再换股，再喷出又大赚，哦，再喷出又大赚，我要把它卖掉，当然它也绝对创新高。然后我又卖掉，我又去买下一档，哦，又喷出又大赚，又卖掉。哦，那真正是不知道要哪算啊！老师，你赚足少的呢，啊，我算起来足恐怖的呢。就买大赚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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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价差的部分，不一定要有这种操作啦。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要让你持续累积你的实力啦。我们真的想买的也是要买真的会喷的股票啦，都参求这些啦。好，哦，我也不想解释啦。好不好？你最清楚啦。那我觉得下礼拜开始会有全新的标的，哦，有可能会发疯，都是一样。你不用猜，你赶快扫就对了，你赶快扫就对了，哦，你有手机，你赶快扫，反正都是拢免钱的电话啦。你只要用手机扫描啦，你也知道我不是飞镖侠啦。而且重点是哦，我做了那么多价差，赚了那么多钱之后呢，台北股市刚好几乎居最高点。我跟你讲什么，股票不用多，手上有钱就是王。请问12月后面这半段不几乎台北股市都在跌吗？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更积极更灵活让你赚更多？所以你知道我不是飞镖侠，那我就是死多头吗？也不是啊，我会卖的啊，会交代的啊，不设飞镖的啊。哦，你在这市场上找不到第二个啦，因为台面上十个，不要说十个啦，100个有99个都是飞镖侠哦。老师，100个有99个哎，这就是为什么投资人不喜欢。我觉得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讲啦，反正我们坚持我们的做法啦。我看到有风险的时候，我觉得该跟你讲的时候我会跟你讲，就像台积电一样啊，大家都很喜欢它啊，可是我不能因为大家都喜欢它然后我就不讲真话，我不能因为大家都喜欢它我就昧着良心，哎呀这个好棒，害死很多人。之前的元宇宙我们卖在几乎波段最高点，之前的挖矿概念，前两礼拜不是大家都会说挖矿吗？我们在说立台汉讯吗？全部都不见了。全市场只会叫你，会叫你卖的只有我啦。我不只告诉你标股在哪里，我要告诉你在哪里可以卖啦。那你说为什么要卖？因为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全新的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呢，会解决之前所有的问题。好，我之后都不能后啦哦。那我觉得这是利多啦，哦，可能你会觉得它是利空，所以别人不会跟你讲这些啦，因为大家会怕啦，哦，那我只能告诉各位行情很大，哦，但是不是说一路涨上去，哦，那第一波已经涨这么多了它当然要休息，所以最近的行情就会开始进入箱型整理，这个时间点就是你选股的时候，那你要做的动作就是去找下一波最有机会发疯、最有机会狂飙、最有机会让你赚到翻跳的股票，最好是能够翻身翻倍。我帮你找到了，我帮你找好了，你只要来就好了，你只要带回去就好了。
你只要扫描 QR code 就好了，你三枚都免想啊啦，扫描 QR code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三枚都免想，神妖千里马，我们老师这什么挖哥，什么神妖啊？好、哦，最新的股票，最新的妖股，而且重点是大波段的千里马，这是会飙波段的，飙波段你知道意思了哈、哦？不是飙一天两天，飙一礼拜两礼拜，可能飙过来个月啦。这种股票，我举一个例子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如果买到这种股票，台北股市涨跟跌有没有关系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就一路创新高。你底下都别弄碳，别弄碳基啊！你都下边这种股票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这种股票，神妖千里马，准备要发疯的超级大 A 码，它叫做神妖千里马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的。你还没赚到钱，你要紧来，哦，只要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隆中编辑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你还没扫，赶快扫哦！你连电话都不用打，你也不用浪费时间了，你赶紧扫 QR code 就对啊！你赶紧扫，有手机啊，赶快扫 QR code， 好不好？你要买标股的，你赶快扫哦。那有些年纪比较大一点，那么老师我没要面呐，好、哦，麻烦你打一通电话，我们的助理会教你怎么扫，这样好不好？哦，还没扫的赶快扫了哈、哦，通通不用钱，只要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神妖千里马。准备要发疯的超级大 A 码，你只要扫描 QR code， 都是你的啊、哦！你只要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，没有人是这样子做的啦！哦，而且是未来真的会喷到翻掉的股票啦！所以我讲真的，我今天非常兴奋，因为我非常有把握，因为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有一天，全市场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族群，都在讨论这种股票，你说这种股票有多恐怖？哎、欸，当全市场所有人都在讨论的时候，代表它已经狂飙，而且飙翻天了、哦、那我觉得它是最有机会的啦，为什么要请你赶快来？这也可能是你唯一啊翻身的机会。还没扫的赶快扫，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还没扫赶快扫，我们先做广告。股市散户站起来，五八八团结专案，超跌才会创造超额的利润，你不用单打独斗，大家团结用坚强。团结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。微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3366，鼎业投顾。Cobre a boca para tossir. Máscara. Não rela em mim. Lava a mão. Ué!欢迎再回到现场，我再强调一下，利用一下旁边的 QR code， 你有智慧型手机的赶快去扫我们的 QR code， 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在我家你没每天有的啦， 你去找别人每天都有，甚至有人还可以每个礼拜一整个礼拜都在
那你在我这里很难看得到哦。那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呢、啊？因为是重播嘛，所以说你这几天扫哦，你会扫到同一个东西。哦啊，下礼拜就没有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哦啊，绝对是好康的啦。哦，你连电话都不用打，不用浪费时间，赶快扫 QR code， 自己都可以扫。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神邀千里马，准备要发疯的超级大 A 马，他叫神邀千里马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的。哦哦，阿烈赶紧来哦！我只能跟你讲了哈、哦，有实力就可以找到下一档，就可以一直赚，极碳没完，真正极碳没完呐、啊！因为老师高利的卖讲啊啦，我问你最近奥康博，哎、欸，拜托哎、欸，我不是不想花时间讲，我不想解释，不是说我没有赚，我会员通通都赚钱，赚到快起笑嘞。我不需要哈股票狂飙才跟你讲说我们赚多少钱，高利我讲多久了？你买到股票涨这样子多好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要跟你讲的股票就是这种股票，而且我跟你讲的时候已经在这里，一定是在这里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跟你讲说这可能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啦？哎，那个沙杯啊呢？年初我们的股票还有五倍嘞，这最近，那真的是变鬼啊！哦、我没有要去追啦哈、哦，他为什么会这样飙？我基本上我都有讲啦，我不是没有讲，我节目上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么这老师就整笑哎嘛，去年一整年才赚三块钱，现在一季随随便便都超过三块钱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他现在第三季赚多少钱？超过三块半。那第三季是七八九，他十月营收。比七八九月都还要高，十一月的营收要破纪录了啊！这不得了啊！我也不知道第四季能赚多少钱，是四块钱还是五块钱？今年到底可以赚多少钱？那太夸张了，吓死人了！为什么亏啊？可以不断的创新高？那当然也不可能每天涨啦、哦、所以我也懒得每一张张翻，反正我讲过了啦，这开戏也许准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不会叫你去追？你第一你追不下去，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压身家。今天如果我在这里跟你讲你要不要压身家，一百张我都敢买，两百张我也敢买啦。可是请问你告诉我，他现在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，不要跟他要求骨，我老师这真的要求骨去这么多啊，专期中几乎是专期上好标的、啊、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时候你敢压两百张吗？就算你知道会赚钱，你也不敢压两百张啊！我老实说，我是没冷丢就好。就算真的在飙啦，你也不会有感觉啦，因为底部买两百张的，人家他的获利是你的一百倍啦，他的感受是你的一百倍啦，因为你只敢买两张，而且还有风险，震荡的风险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还有没有？未来会这样子的，甚至更恐怖。哦，我真的不是很想讲这个啦。可是从我各个方面、各个条件看到，我觉得它是有机会的啦。比银邦还要厉害的股票，哦，还会长这样子。你有看过什么一字头飙到一字头吗？哎、欸，老师，上面一字头飙到一字头，啊，你卖你妈不哇追啊？就是两位数飙到三位数了，十几块飙到一百多块、啊，这什么概念呢、啊、？N 倍啊，有这种机会吗？那有这种机会你要吗？有这种机会你要赶快来啊！拜托，我再说一次，隆重免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你想要买标股的，你赶紧来扫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只能跟你讲，有实力就可以找到下一档，就可以一直赚钱，太没完。重点是这啦，你将来有多少钱，决定在你现在的决定。搞不好这一把你就可以翻身翻倍。他如果像我想讲的，你的一百万可能不知道会变成几百万，你的一千万不知道会变成几千万。但是有一个动作你一定要做，哦、不是要去买嘛？你要买，你要知道它是什么股票，你要先来，你要先去扫 QR code， 你扫了你就知道，你就敢买了，你就可以去买了，这样听得懂吗？
我非常有把握哦，我非常自信哦。我讲真的，我今天很兴奋，只是我在压抑我的兴奋。这可能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啦，而且我告诉你，真的会喷到跌破眼镜。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神邀千里马。哦，只要千里马就是大波段啦，喷过来各位股票啦，神邀千里马。准备要发疯的超级大黑马，它叫做神邀千里马。今天我就是要跟你分享，真心真意要帮你赚大钱的。你如果都还没赚到钱，你真的想要拼一把的，你就拼这一支就好了。赶快扫描 QR Code， 因为扫描 QR Code 就可以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，神邀千里马，下一支最恐怖的股票，你要买标股的赶快扫。隆中免钱，只要用手机扫描，你什么都免想。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只要看到节目，把握一下我们的 QR Code， 赶紧扫，扫得乌，扫描 QR Code， 马上见证，马上分享。下一支最会喷、最恐怖的股票，它叫做神邀千里马，真心真意帮你赚大钱。还没扫的赶快扫，祝各位操作顺利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